叫什么？马可夫斯基。啥时间？别往学校还教，看热闹。气氛很重要。手法是关键。看，咱再来一个更好的。Look。哎，这片子是讲啥？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，为电影事业发光发热。这才是一个吸血鬼应该有的样子。人类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强大。做过专业不好看，都是你们造孽我能的。跟一拍电影的，沦落到如此地步，我真的是。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图的都是一时欢愉。我一直在这个现实里不断的轮回。大家就不能为了艺术献身一回吗？这个不错，还可以。